然后 Kitty 出来了，默默的移到他后面，保卫是正的。好，等一下就给他打下一下好了。好，下来了，就那么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子，今天又回到这一场。那昨天没办法出货，今天是不是有办法出货呢？给他实验，就这样。好，耍回去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LV 包包 ，LV 包包给他十元。这之前燕子常来，知道他没有福利，可能也出不来，让他甩吧。看你能够甩哪里，能够甩出来我就夹，不能甩我就让你甩。你看，果然没福利吧。因为燕子在这边上很多当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又回到蓝牙耳机这一台，他之前把它清空，又换小玩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没用。那加一个小玩具给小朋友试试看。他没办法过去，啊，就这样子。他在角落嘎嘎叫。反而旁边的出了，啊，再试几次，不行，我也不想玩了，被卡到，那就出了一点，那嘎嘎脚很难抓。好，放弃了。好，今天这一台夹到什么呢？七龙珠的不晓得什么东西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喇叭，因为燕子来这一场很多次了，那这个直接用倒爪就可以出，搞不好十元就可以出货了，不要给燕子打错了。Hello Kitty 可以先下来，哇，还真的被燕子打错了。不应该去动 Hello Kitty。 那就看有没有机会了。我玩真的是 Hello Kitty。然后 Kitty 先让他走开。还走不开耶。Hello Kitty， 变障碍物了，糟糕了。啊，算了，就让它在那里了。我继续弄我的喇叭，这喇叭太小盒抓不到。好，中心点，
二烧。是不是该放弃了？好了，气体出来了。这太小盒了，似乎没办法把它抓起来。啊，自然放爪，等一下二烧，二烧。啊，果然是被拿错了。啊，就这样子。啊，现在目前两样东西，仙人掌。默默地移到他后面，爪位置正的。好，等一下就给他打下一下。好，好，下来了，就那么简单。好，仙人掌还是很深，好像有点重量呢。仙人掌，仙人掌起来。好，三样东西。好，甩甩甩，快抓物起来！哇，算了，燕子一边摄影还可以甩，太厉害了吧！哈哈哈，这是幸运 lucky。夹这个大型娃娃试试看有没有力，因为昨天燕子在那边刚好碰到长竹，我就不想让他前面夹。那今天他没有在。好，那就给它捏出来吧。我去捏，好，差不多。好，捏捏有没有力？没力。那就再给它食盐，整个申报，深深的拥抱。没办法抱起来，我就放弃了。给你个深深的拥抱。你看，深深的拥抱还是没办法起来，稍微一点点，它没有力，啊，算了。那好了，那今天夹娃娃影片就到此为止。那如果喜欢燕子影片，点按订阅、分享，也按小铃铛。今天的战利品就是一个仙人掌，一个七龙珠，一个 Hello Kitty， 这三样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喽，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分享及按铃铛。我会在每周不定时推出新影片，我会带你去很多好玩的景点，走走看看。就这样子喽。记得点赞、按赞、分享、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，因为这就是个 YouTube。拜拜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